像个小孩长不大，只有你能逗得我嘴角上扬，心像棉花糖融化。虽然你有深小的挣扎，虽然你的心思变化无常，只有我值得住你无天无法，懂你无厘头的话。窗前明月光，依偎你肩膀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把你想。是花好月圆的好时光，天上的一对，地上的一双，牛郎织女不相忘。天堂再美，美不过你心房，银河也宽不过你胸膛，把你紧紧绑进我的未来，说什么都不肯放。的好时光。姑妈说的今天都记住了。顾长风和雪儿私奔了。私奔？是，带上了。走，带上来。凭什么抓我们？我们又没犯法。雪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这深更半夜的去哪儿啊？雪儿，你不知道我已经把你嫁给元宝了吗？我知道。那你这深更半夜的准备跟长风去哪里啊？夫人，我是金府的客人，不是金府的奴仆。我的婚姻大事就不劳烦金府了，我自己可以做决定。难道我们元宝配不上你？夫人，是我和雪儿相爱在先的，今生今世绝不分离，求夫人能够成全。夫人已经把雪儿姑娘许配给元宝了，你竟然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。娘，我长到二十几岁，终于有人肯欣赏我，鼓励我，我发誓会保护她一辈子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和雪儿明明是真心相爱的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成全我们呢？你还敢顶嘴？敢顶嘴，我打死你！娘，你这个孽子！娘，我让你顶嘴，你还敢不敢了？娘，你别打了！你这个孽子！娘，我不管你怎么说，姑大娘，我俩决心有信，绝不分离！别打了，打死你！好了好了，不要再打了。好吧，你们都先下去吧，你们的心思我都知道了。夫人，下去吧。走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嫁给表哥。表哥要纳妾，你推荐雪儿都没有让我去，你心里有没有这个妹妹啊？现在人家不同意，都已经私奔了，你还要派人把他们找回来？什么是妾？妾是二房，我不会让你嫁给别人做二房的。我不管什么大房二房的，我只要能留在金府，只要能嫁给表哥。倩倩，我让雪儿嫁给金元宝是有我的用意的，你的未来我已经给你谋划好了，一定会让你嫁个好人的。啊，除了表哥，我谁都不嫁。你敢？我就敢。你不管我，我自己想办法。你回来，你回来。夫人，都是我平日管教不严，才害得长风为了一个外道女子跟您顶嘴。小翠，来，快起来。来，哎呀，为了给这个元宝纳妾，长风都差点抛下你远走了，我还怕你怪我呢。夫人，小翠哪里敢怪罪您呢？
想来想去，都是雪儿姑娘不懂事，挑唆的长风，他才一时的犯糊涂。这件事情还是怪我们不好。这人家雪儿可是大户人家的千金，凭我们这个红口白牙的就把人家给拉来做妾了呀。依我看呢，长风啊也绝不是一时糊涂，他和雪儿显然是动了真情。小翠，你也不必大动肝火，雪儿我看他外柔内刚，心智坚定，配上长风心思单纯的性格，其实倒不是一桩坏事。只是我们纳妾的人选得重新选了。姑妈，我愿意给表哥做妾。倩倩，你是世家出身的千金，又是我的嫡亲侄女，你死去的爹娘把你托付给我，不是让我把你养大了给人做妾的。即便那个人是金元宝。姑妈，我知道您这是疼我，可是你也知道我真的很喜欢表哥，我从小就喜欢他。我们小的时候你不也是常说要让元宝哥哥娶我的吗？那时候你们都是孩子，那些话都是开玩笑的嘛。表小姐，夫人抚养你长大，心里是一百个一万个疼你的，可少爷的婚姻大事终归不是咱们平日说说笑笑，这婚姻大事连夫人也未必能做得了主。我知道这是太后赐婚，谁也没有办法。我不是怪姑妈，只是姑妈你不给表哥纳妾也就罢了，现在既然有这个打算，为什么要去外面找一个不知底细的人回来，搞得家里乌烟瘴气的，弄得元宝哥哥也不喜欢，何不就成全了侄女儿呢？不行，我柳家的女儿不给人做妾。姑妈，芊芊自小没了爹娘，是您抚养长大的，金府就是我的家，我的亲人就是您和两位哥哥，我再也不愿意离开亲人们去嫁到什么陌生的人家。再说了，这出嫁女儿的苦您又不是不知道，难道您就这样忍心把我嫁出去，看着婆婆给我立规矩，小姑子挑剔我，我族里又没人，日后要是相公不爱重我了，婆婆妯娌又欺负我，谁替我撑腰啊？你别胡说八道，姑妈自然会给你选个好人家的。再说有我，有你的亲哥哥，还有元宝，谁敢跟你气受？姑妈，人家的小亲自然是不好当的，但是我嫁的是表哥，您上面可以护着我，表哥又一直疼我，我看嫂嫂也不是什么厉害的角色，我让她敬她，在这金府里她还能吃了我呀？你可想好了，嫁到金家做小妾，就算是你是我的侄女，也是一辈子再也不能穿红，走到哪儿都要低正妻一头。就算你生了个一男半女，也算是庶出。我知道，我愿意。倩倩，你说了这么多，姑妈知道你的心思，姑妈什么都可以给你安排，但是你最想要的姑妈可真是安排不了。你嫁给元宝，他自然是不会欺负你，可是他这颗心会放在哪儿，连我这个做娘的都不能保证。姑妈，你既然能明白我的心思，就知道我这一辈子只愿意嫁给表哥，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做妾我都欢喜。你要是换了别人，哪怕是皇上我也不会开心的，求姑妈成全。但愿你九泉之下的爹娘能够原谅我。起来吧。谢谢姑妈。
王安丰父，成亲安丰。安丰曰：“妇人亲婿，与礼为不敬。”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有一个叫王安丰的人，他告诉他的妻子：“我受累娶了你，所以做妻子的就要无条件的尊重他，崇拜他，永远不能忤逆他。”一定不是这个意思，你骗我对不对？谁骗你啊？嗯，好啊，那我看一下他妻子是怎么说的。不用看了，他妻子肯定愿意的。哎，还给我，让我看一下嘛。还才女呢，看什么看？什么？你又笑我？哦，我伤口复发了。又骗人！我没有骗你，真的好痛。我看一下，少爷，好痛。夫人来了。嗯。哦，我们去看看。哦。看，没事吧？我就知道你没事，还装。娘，好点了吗？我好多了。你回去休息吧，我今天来是找小轩说说话。啊，没事，您要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好。小轩啊，你进门半年有余，至今在子嗣方面没见你有半点动静。咱们金府偌大的家业是需要有人守护继承的，没有子嗣是万万不能的。这个道理本来我是希望你自己能够想明白，你是大家闺秀，可是你也是不太懂事，所以这件事情就由我来操心了。我已经决定给元宝纳房妾了，人选我已经选定了，明天我会找人合个八字，然后选择吉时抬进门。娘，您着什么急啊？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再说了，我年轻力壮，假以时日，我跟小轩多多努力，难道您还怕我们生不出孩子来继承家业吗？你这个逆子还敢跟我说这个？那天在殿上拿着刀比着自己的是谁？你既然都敢在太后的面前拿自己是独子来威胁，你就不要怪娘这么急着给你纳妾了。娘，我跟小轩不是过得好好的吗？为什么非要多塞一个人，让大家不愉快呢？过得好好的，你们两个一个跑一个追，搞得两个人满身是血被人抬回来，这叫过得好好的？你不要多说了，娘主意已定了。既然你根本不把金家的责任放在心上，那我这个做娘的不能让你这么胡来了。娘，恐怕您要替我纳的妾，她也不愿意吧？你呀，你真是儿女情长的过分了，真是得找个懂事的人来管管你。人选这方面不用你操心，倩倩自然会千肯万肯。你呀，从小跟她一起长大，我也相信你不会亏待她的。娘，你要让表妹来给我做妾？不是雪儿？当然不是雪儿了。倩倩是我们自家的女儿，知根知底的，表兄妹结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娶她有什么不好啊？刘管家，大小姐来了。哥哥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我刚刚听说你自己主动跑去找夫人，要嫁给金元宝做妾是吗？我的事情你又不放在心上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才自己厚着脸皮去找姑妈的。是，我妹妹现在长大了，有主意了，不把她的兄长放在眼里了，我一个不留神你就把自己送出去给别人做妾了是吗？我问你，妾是什么？妾是奴婢。你是我柳家的女儿，是我柳文昭的妹妹，我不会让你给别人下跪敬茶，不可能让你自甘下贱。我这不是自甘下贱，我又不是嫁给别人，我是嫁给表哥，他会对我好的。就这么定了，你们俩一个赛一个的病歪歪，这喜事怎么办就不用你们操心了。元宝，你只管给我好好的养伤，等新人进门。小轩啊，做女人的都要过这一关，你自己啊得想开点，否则
我这个做婆婆的也就没办法了。娘，我不会娶她的。由不得你，也由不得你，因为我不同意。我是金元宝唯一的妻子，除非我死了，或者是他把我给休了，要不然的话，我绝不允许金元宝纳妾。我不管是什么表妹、表姐之类的，还是外面的大家闺秀、小家碧玉，都不可以，因为我不同意。江小轩，这就是你们江府世代书香的家教啊！给夫君纳妾、开枝散叶，这是你做正事的职责。你进门这么久都无所出，你不说你心中惭愧，还这么桀骜善妒，你还知不知道做女子的本分？我不知道什么是做女子的本分，我只知道我自己的相公不能跟别人分。元宝他说了，我们还年轻，假以时日，孩子一定会有的。如果您是担心这个问题的话，那大可不必。您要是担心元宝因为和我太好而忘记自己职责的话，那我看您是不够了解自己的儿子。哼，江府教女儿的手段果然不同凡响，当时我还想江夫人这手段太过铁了，现在看来不够狠辣。家道中落，我是迫不得已才带你依附金家。是，我不能让你名正言顺的做大小姐，是我无能。可时至今日，我做这些是为了我自己吗？我不就想有一天能重振门楣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出嫁吗？倩倩，你现在还小，你不知道做妾的屈辱。这件事我就当你一时糊涂，以后不要再提了，就此过去。我知道做妾是怎么一回事，表哥和姑妈会对我好的。他们不会那样对我。对你好，她是我们嫡亲的姑妈，是我们父亲一奶同胞的妹妹，她居然让自己的亲侄女嫁给自己的儿子做妾，这是对你好吗？是我自己找的姑妈，那她也不应该。总之我告诉你，我不允许你嫁给金元宝，也不可能让你给江小群敬茶。做管家已经是屈辱，我不会再配上我的妹妹。此事一出，我跟她姑侄情分全都没有了。哥哥，你是不愿意我嫁给别人做妾，还是因为你不愿意我屈居在江小轩之下，让你在心爱的人面前丢脸了？你是恨，你就是恨，你恨娶江小轩的是金元宝，而不是你。我才不管你心里在想些什么，什么崇祯家业、父亲刘府。我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，那就是嫁给金元宝，哪怕是做妾。我看你娘是真的生气了，你看她刚才走那么快，丫鬟都跟不上了。怎么办啊？哎，不过他打消了让你娶雪儿的念头，这下长风可以放心了。是啊，长风的事是解决了，可你刚刚出口顶撞我娘，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不过正合我意，我喜欢。哎，既然娘要把事情搞这么大，她碰上你这个恶媳妇，也只能自求多福了。不过说真的，她生气怎么办啊？没办法，谁叫烦恼是他自找的呢？我告诉你啊，这阵子啊，你就乖乖待在房里，我们就装病别出去，省得我娘看见以后啊，她又生气。等过段时间气消了，也就没事了。哎，只有你能够对付得了你娘。不会啊，你刚才应付的也很好啊。什么假以时日，孩子自然会有的。不过啊，这个孩子呢，他是不会自然有的，明白吗？那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能有。哟，你好烦啊！拿好了啊，哎，表小姐，表小姐，找我有什么事啊？这些东西你帮我搬到少爷院子的西厢房去，分门别类的摆好。
少爷问我怎么说啊？哎呀，你真笨呐！夫人已经决定要把我许配给表哥了。这些呢，都是我随身用的东西，你先搬过去收拾好，我人马上就过来。哦，你在哪里被逮住的？后院。哦，有进步。我还以为直接躲在屋子里呢。不过我跟我娘还有夫人都说了，雪儿是绝对不会给你做妾的，她必须嫁给我。好好好。哦，难怪夫人瞬间就转变了目标。哎，长风，好样的，你可得坚持住啊。嗯，你真的在你娘还有我娘面前说了这些？他们怎么说呢？我娘刚开始呢哭喊着想要打我骂我，后来是夫人劝住了她。她说，你别再哭了，顾长风这么有主见那是好事啊。后来我们就走了。我娘这个人吧，总是拿我当小孩，这次我就是要告诉她，什么事我得自己做主，我非娶雪儿不可。哎，雪儿怎么样，人家长风可是当众向你表白了，答应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要先搬出金府去的。啊？搬出去以后再慢慢商量吧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你娘说的对，我住在这里名不正言不顺的，我又不姓金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寄人篱下呢？长风，这你放心，我不要你。你都已经说了非他不娶嘛，还想怎么样？我娘那是胡说的，你别放心上好吗？长风，你娘说的对，人贵自立，不然会被人看不起的。长风，你想娶我，我真的很开心也很感激，但正是因为这样，我就更加不能留在金府了，你懂吗？可是我也不姓金呢，我不也在金府吗？你吃我家的又喝我家的，这么多年又浪费了那么多药材，这是要跟我划清界限啊？喂，少说两句不行啊？长风，你不一样，你从小就生长在这里，元宝他就是你的兄弟，金府就是你的家呀。那你要走了我怎么办啊？还有这个医馆怎么办啊？长风啊，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你闭嘴吧你，让他们自己上来。都绿色点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高一点。哦，知道了。少爷。哎，相公，姐姐你们回来了。哎，你们快去倒水。哎，是。给相公和姐姐漱漱口洗洗脸，这就该传膳了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布置新房啊。既然母亲都已经传话了，我也担心相公会心急，所以啊就自己先搬过来布置起来了。你脑子没坏吧？还自己搬过来？还叫他相公？姐姐，妹妹知道事出突然，可是我们本来就是一家子嘛，现在倩倩终身得以有靠，不甚欣喜之余恨不得马上就过来伺候相公和姐姐，还望姐姐不要嫌弃我过分的心急。哦，日后倩倩一定敬姐姐为大，绝不敢跟姐姐争相公的宠爱，只要表哥的心里有我小小的一个角落就够了。我们走吧，你先忙，我们走。相公和姐姐早点回来，等你们吃饭。哎，没想到在自己家里搞出那么多事情。不用在这陪我了，去找你表妹吧。我可不是她什么姐姐。我更不想做她相公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纳妾太儿戏了，必须赶快结束。好啊，那你要是有本事，你现在就去把他赶回他原来的房间去啊。呦呦呦，这感觉你是在吃醋啊。对啊，吃醋怎么样，女孩子本来就爱吃醋嘛。哎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嘛？哎，这个解铃啊还需系铃人，必须要说服我娘，我去试试看吧。怎么还吃醋啊？
还生气啊？小心眼儿，来。这样总行了吧？好了，放心吧，我会搞定的。娘，我决定了，我要接管军器所。我知道你一向不赞成我纳妾，但如今这样敲锣打鼓，无非是怕我沉迷于儿女情长，忘了自己的责任。您的担心有道理，我以往确实顽劣不堪，不顾祖业。但是我现在想通了，连长风他都知道自己要长大成人，我还怎么能叫您担着金斧这么大一个担子呢？你这么快就改变主意了？娘，从现在开始，儿子愿意继承祖业，接过军器所的担子，再也不叫您操心了。这么多年娘追着你，你不肯，非要做你的捕快，现在我要给你纳妾了，惹得你媳妇不开心了，你就要接管军器所了？娘，我不愿意小萱伤心，固然是一个原因，还有我也不愿意耽误倩倩的终身。我尤其不想看到您为了我们日夜操劳，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。我们生在金家，就有金家子孙的责任，我不能再继续任性下去了。您老说成了亲以后就是大人了，我如今也成亲了，风风雨雨也经历了那么多，我愿意接下这个担子，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，难道娘不开心吗？到底儿大不由娘啊，我千说万说，不如你媳妇给你撒个娇发个火啊。娘，您知道小轩不是那样不明事理的人，再说他一心一意对我，我一心一意对他，我们两个一起孝敬您，把咱们家光大振兴，难道不是您愿意看到的吗？小轩呀，他比我有福啊。柳千姐，你从哪来回哪儿去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这屋子小，住不下你这个人。你这个小心眼醋坛子。那怎么了？我就是小心眼醋坛子。我告诉你吧，只要我这个人还活着，我就绝对不允许任何女人来沾金元宝的边儿。什么姐姐妹妹，我才不管呢。你这个女人，我去告诉姑妈。倩倩，我跟娘谈过了，你以后还是我的妹妹，我还是会像哥哥一样保护你呵护你，但是仅只能用哥哥的身份。把表小姐的东西送走吧。是。江小轩，我看你能骗我表哥到什么时候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什么叫又？我呢是来叫你们放心的，我娘已经彻底打消跟我纳妾的念头，你们已经安全了。真的？ 你是怎么说服夫人的？我自然有我的办法了。哎，难怪你们嫌我们难，原来你们两个在约会啊。当然不是了，我们在讨论怎么搬出金府的事情，商量得怎么样了？不想搬呢就别折腾了啊，反正我们现在已经安全了。长风他舍不得这个医馆，但是我真的想搬出去。这件事情的确很难做决定，我一个人搬出去其实也没什么，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尊重你的选择。长风，想要得到些什么总是要付出代价。哎，那一颗，看到没有？那个大的，过来点，过来点。哎呀，对对，哎，看见没有？那个特别大，这个是？哎，对对对，就那个。哎呀，你是？哎，对。哎，还有上面那颗。
上面还有一颗，看到没有？少夫人。啊。再等梅子。我看到那几颗都已经熟了，所以想摘下来吃。啊，要不是伤还没有好，我自己就爬上去摘了。说到伤，我就是为这个来的。这片药送给你，祛疤生肌，对剑伤最有效了。这药太昂贵了，还是别给我了，自己留着用吧。我特地拿给你的，不要推辞了。谢谢表哥。睡前涂抹，别忘了用。哦，对了，表哥，倩倩的事情。倩倩不懂事，你也别往心里去，我不会让她胡乱生事的。我是想跟你说，元宝其实从来都没有要拿倩倩为妾的心思。再说了，娘已经同意她不再纳妾了。我是怕你生我们俩还有娘的气。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夫人同意了，元宝不纳妾。夫人和元宝他们已经认真的谈过了，元宝答应要接管军器所的事情。夫人以前啊是怕元宝长不大，既然现在元宝已经愿意担起金府的担子，所以夫人也就同意了。元宝愿意接手军器所？他已经答应不再逃避了，并且今天一大早就起来了，说从今天开始要六扇门军器所两头跑，尽快开始交接。那是最好。金元宝入主军器所，我等了这么多天，你带给我的就是这个消息啊。殿下，事出确实突然，还请殿下再宽限些时日。文昭必定。文昭啊，来，别怕，来。柳文昭，我这么羞辱你，你是不是心里面很不平啊？你是不是特别想把我千刀万剐才能心宽啊？啊？文昭不敢。你当然不敢。柳文昭，妇人之仁，优柔寡断，这就是你最大的敌人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杀了金元宝，军器所就顺理成章是你的了。太子殿下手下最重要的力量就在你手上了。那个时候我还敢不敢这么打你啊？啊？殿下教训的是，文昭确实是优柔寡断，不仁无忌。本王很慈悲的，不妨点拨你一下。你一个落魄的世家子，虽然说帮助本王卖了几个姑娘，赚了一些钱，但是你在我这儿最重的筹码就是金家的军器所。有了军器所，你才有站在我面前说话的资格。谢殿下点拨。你一直留着金元宝按兵不动，难道是说还念着那一份兄弟情吗？太子现在已经开始监国，看起来本王离天子的宝座又远了一步，挡在本王路上的就是太子哥哥。你说我会不会手软？属下不知。当然不是，要想成就大事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不存着牺牲别人的心，你就得牺牲自己。柳文昭，本王这里不留无用之人，除了军器所，你在我这里一无用处，你明白吗？文昭明白，但尘埃尚未落定，属下必定努力，不让殿下再失望。好，姑妈，军器所呢是咱们金府多年来经营的产业，难免会有一些老臣子自是劳苦功高，不把少爷放在眼里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觉得少爷第一次亮相才要一鸣惊人，所以很多方面姑妈我觉得都不能减省。本来我是想他接了印章账本慢慢熟悉起来就好了，可是现在看来真的是名不正言不顺的。
咱们得给元宝办一个隆重的就职典礼，一是让那些老骨头看看我儿子的厉害，二来也可以让元宝知道自己的担子有多重。姑妈英明。上次我的寿宴，我看小轩办得不错，要不这次还是让他办，你帮着他好吗？姑妈有命，侄儿岂敢不从。前几天鸡飞狗跳，姑妈还担心为了倩倩的事情你生姑妈的气，可姑妈生分了。怎么会呢？姑妈，是倩倩不够懂事。你说你把我们兄妹俩从小养到大，很多事情我怎么可能跟姑妈介意呢？嗯。上次你来到这儿，怕还是在娘的怀里吧。今天娘带你来军器所，你要带着脑子好好的看，不然等到就职典礼的时候，人家问你军器所有几扇门你都不知道，那可就丢人了。不会的，娘，这倒是难不倒我。不过我们一定要办什么就职大典礼，我直接走进去坐下不就得了？不行，你表哥说的对，金家少主正式接管军器所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啊，一定要有个正式的仪式，否则的话太子太后那里都不好交代。那这个是军器所的令牌，军器所的惯例认牌不认人，即使你是少主，你只有拿着它，他们才会认你。把帘子打开，我是金家少主，令牌在此，开门。哦，原来是金少主啊，开门。等等，姑妈，能不能带我也一起进去？我想看看军器所里面有什么兵器，能在就职典礼上派上用场，彰显我金府威风。元宝，现在令牌在你手上，你觉得呢？娘，我看这军器所是军事重地，外人应该不方便闯入。表哥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话，第一张清单给我就是了，我拿给你。是啊，文昭，元宝说的对，这儿的惯例一直就是无关人士不得入内，这是他作为少主要学的第一堂课。这样吧，你有什么事情回府再和元宝商量。我们走吧。少主接任制造局了，夫人说让少主亲手点燃他，以壮声威。这个什么少主没见过呀、啊？没见过？神捕金元宝你不知道？不知道。神捕怎么了？神捕会点炮吗？别瞎说，到时候一下爆炸了，还不吓得他屁滚尿流啊？啊！倩倩了，
说什么傻话呢？哥怎么会不要你呢？啊，来。我就这样关在屋子里，整整想了三天三夜。倩倩，是哥哥不好，一直顾着忙自己的事情，疏于了对你的照顾。哥哥，我就这么不要脸的自己搬过去，不顾小厮们的耻笑，可他就是不要我。我这一辈子真的只喜欢表哥一个人，他为什么就是不明白？他为什么就是不肯要我？他让下人把我的东西都搬出来，他让我回去，我就是做妾他都不肯要。哥哥不会再让你受这样的委屈，放心。刘管家，小姐，来人。刘管家，送小姐回房休息。是。三天后少爷的就职典礼，你有什么要吩咐我做的吗？阿贵，有时候我就很好奇，别人有什么事情呢都是向后退，你干嘛要往前冲呢？大人，阿贵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心里在想什么多少我还能琢磨一点。过两天就职大典，人多眼杂，你想借此除掉少爷，接手军器所，这样的机会一定要利用好。如果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，为何还会有这么多痛苦？是什么遮住了你的双目，不再珍惜我的付出？如果爱是两心相约的守护，为何还会有这么多酸楚？是什么挡住了我的脚步，在心疼你的无助？就算是天定的良缘，也会有幸福，对和错都不必太在乎。为爱退让并不是输，抓紧你的手，走过我的朝朝暮暮。如果爱是两心相约的守护，为何还会有这么多酸楚？是什么挡住了我的脚步，不再心疼你的无助？就算是天定的良缘，也会有辛苦，对和错都不必太在乎。为爱退让并不是输，抓紧你的手，走过我的朝朝暮暮。